在车里待。太卡了，我这也卡，你看卡的。不记了。来，这个第一台，第一台咱家的老款 A 六哈，这个 A 六是2016年的，跑了，9万公里。正常的来说 ，A 六这种车型哈，老板都是在路上跑的。正常的2016年的车，应该跑到12到18万公里了，但这个车才跑了9万公里。对于它这个年限来说，它这种车型算是公里数很小的哈，很小的。现在这个车只需要首付5万哈，全款是不到20，19万多就能带回家，19万多就能带回家的奥迪 A6L 哈，长轴的，空间是非常大的。然后，车内也是挺新的啊，因为车内那个车主把座椅给你们翻新过了，车内很新，经典的折叠屏，然后它的一个，还有它的运动方向盘，哦，锁了，里面都锁了。这边都锁了，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车型吧，我再去给你们拿钥匙，好吧？这外面车现在都锁了。这是宾斯，不是宾斯宝贝啊。来看这个啊，这个是咱家的奔驰 C180L， 是个长轴的哈，2019年的小姐姐一手货。这个车内啊，真的是一股子自带小姐姐的体香，非常之香。跑了20000公里，实表。现在这个车是首付7万哈，首付7万就能带回家。全款是24万多哈，24万多。然后就是老板身后的这一台零首付的荣威550，荣威550零首付，因为它总价也才3万多一点哈，自动挡2015年的车，买回去带个布呀，买个菜呀，是吧？实在不行你占个车位呀，这种都是非常划算的哈，3万多块钱，零首付就可以带回家，只需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啊，还有你的行驶证，还有你的银行卡啊。明明是劳斯莱斯，什么时候穿个渐变？老板今天本来就让我穿渐变，但渐变不亮，然后就没穿啊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猫吓得我！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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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看这个啊，咱家的大众的高尔夫哈，2018年的高尔夫阿莱版本，这个车现在是10万零5千，首付3万就能开回家哈。这个车比正常的高尔夫实际上要好看很多哈，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大前脸啊，它的这个大中网，还有它的这个大灯，从这里可以看见它比正常的高尔夫要漂亮很多。这个车小哥哥还给你们改了那个熏黑的一个车灯啊，后尾标也那个给你们改成黑色的了。现在这个车只需要首付3万哈，首付3万。然后是咱家这个本田的一个思域哈，本田的思域，这个车是9代思域哈，2016年的，2014款。正常的，我今天我在抖音上都搜了一下哈，人家2014年上牌的，2014款的思域都已经卖到6万多了。我家这个是2016年上牌的车，现在才7万多一点，真的是没有给你们瞎要价、瞎报价哈，真的是本着良心卖车。这个车现在才7万多，首付2万就带回家了哈，首付2万就带回家了。本田思域，秒天秒地秒空气，虽然说9代你秒不了，但是啊，但是仍然占着一个思域的一个名牌哈。就是10代的能秒空气啊，我说错了吗？我刚说是9代秒不了，就是9代秒不了空气啊，我说是10代能秒呀，没错呀。就秒不了9代。好好好好好。感谢这个小恶魔送的大啤酒哈，思域太保值了，还是2014款。对，这是2014款的，但是我家这一台是个2016年的车啊，2016年上的牌。这个车正常的2014款2014年上的牌都已经卖到6万7了，我家这个才标的才标了7万多一点，还能再给你们再让一个我的这个所有的给你们包的路费啥东西的，对吧？把福袋参与一下哈，宝子们，把福袋参与一下。老板真的今天是大放血啊，给你们这所有东西，福袋一直不停哈，一直不停哈。你得一直轮回的在说，知道吧？不能只说一次。我没有只说一次，老板，我刚说了很多遍呀。那我是没听到。啊，老板让我说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祝哥哥们出门就能捡到100万哈！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个关注行不行哈？点关注，亮灯牌，今晚主播就翻你的牌。现在咱们把咱家主播的这个关注和灯牌亮一亮哈，宝子们亮一亮，把主播的这个福袋参与一下哈。一直站着不累吗？不累不累哈，下次一定。胖胖的熊猫，你上次不是挂了一个粉丝灯牌，你怎么又掉了呢，宝子？啊，两天
天不来嘛，三天不来嘛。一定要天天来哈，宝子。就算你来了，你不说话，你给我扣个一什么的啊，你每天都能涨等级的。现在看这个思域哈，这个思域是70000多块钱就带回家了，70000多就能带回家，非常保值的一款车。正常的车一年可能要折价2到3万，但这个车我跟你保证，一年你最多折5000，两年你最多赔1万，你两年你再开过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亏太多，好吧？欢迎圣诞树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，感谢滴滴滴送的生日蛋糕啊！3万什么才艺？3万给你们表演个啥呢？想让我表演啥，宝子们？你们说吧，你们说吧，只要不过分，我就给你们表演，好吧？啊，来，咱们看这个咱家的2021年21款的一个奥德赛哈，感谢昆仑闲人送的一个抖音，胸口碎大石，这样吧，你们真的太过分了，让一个女生去给你们表演胸口碎大石，倒着劈叉，量后排空间，本草纲目啊，大石碎胸口。十岁胸口，你是想把主播给碎没了吧你？啊，对，铁枪锁喉不对劲儿啊！今儿生日啊，这是今天是这个我的身份证上的注册日期的。不用再废话了。很麻烦解释，反正就是生日，好吧？啊，生日。我不是在讲这个吗，老板？你咋老凶我呢？这老板真的是。不是你节奏不对，带的。那你好，你来，你带你来。可快的节奏了，一个节奏。其实我给你讲放慢节奏，这个身份证上生日又带慢节奏，本来多快的一个直播间，我的妈带的超级慢。老板又吵我，给我发个链接啊！你要看哪个链接，宝子？这个奥德赛嘛，咱家这个奥德赛是21锁了啊，都锁了外面的车。拉也拉不开，21年21款啊，跑了10000公里失表，这个车现在是首付80000就可以带回家哈，全款是二十六个多一点，因为这个车它是21年21款的原版原漆的车哈，原版原漆的车，而且它是双侧电动门，中排位置还是前后左右可调节，带有腿托的。我又咋了，老板？你这个不耐烦的语气。没事，好多要回的，我一急得要死。好多评论区，好多人，那怎么办？等着回答别人，你把节奏再快点，回答也回答快点的。那你就直接说嘛。啊，你就给他说，别问啥，你说啥。我看看车啊，私信给我个链接。好的，一会儿我下播之后给你哈，宝子。一会儿下播之后给你哈，我要不我现在切过去之后不能一个一个回，然后这边说话就断了啊。走，我们看下一台车。那个要袜子链接，直接在那个橱窗就行。橱窗里面只有几台车，如果说你想要，他们要袜子。袜子链接不是那个啥，不是车的链接吗？在橱窗里，链接在小雪，车在小雪花里。他有好多车，外面车没有上呀。老板，他们说外面的车，就是咱家，我刚刚说的是咱家所有的车的那个链接。是老板啊，看这个啊，福特福克斯，这个福特福克斯是2015年的车，然后这个车现在是。40000多块钱哈，首付最低13000就能开回家啊，首付最低13000就能开回家，而且你想想，自动挡买了一个美系品牌，我怎么了？对你这儿可以，给老子不讲究光学，跟拍作品一样，自己遮自己光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样站舒服吗？你这儿站不舒服吗？不舒服呀。好，行，你说咋站就咋站，好吧？这老板真的是要求太多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，别这儿站，可以这儿站嘛，对吧？这儿屁股上靠到叶子板上，多舒服啊！那我刚刚这样站不也是有光吗？你看看你腿遮完了吗？是不是只有一条腿了？那一条腿就一条腿嘛。老板真的是，奥德赛哈，奥德赛是10000公里，21年21款原版原漆的车况哈，现在是首付80000即可把这台奥德赛带回家，关键它是混动的哈，而且是原厂的一个拼接色，黑白拼接色，非常的时尚，这个车现在只需要首付80000哈，奥德赛。过生日晚上没活动，我就说了，直播间的宝贝们，你们想秒哪台车，你只管在后台给我发私信，你说哪台车，我直接给你抄底价，好吧？直接今天啊，绝对给你平常给不到的底价。就是不管你们看中的是哪一台车，但是只能说一台哈，只能说一台。
一百个人也是。感谢一帆风顺的粉丝灯牌哈，奥德赛全款多少？奥德赛现在全款是，26万多一点点哈，26万多。老板说的对，看不见了，那是老板不会找光呀，非要怪我，啊，来看下一台，来下一台咱家的，老板这儿呢。这个是咱家的渣男的三宝啊，索 8K5 迈锐宝里面的迈锐宝。三宝跟渣男没关系，你有车了你不就可以装逼了吗？装逼不就可以去做海王吗？海王不就是渣男吗？对吗？没错吧。啊，这个车哈、啊、是迈锐宝2016年的迈锐宝哈，安全行驶了3万公里，全车是原版车况，应该有补漆吧，应该有补漆。这个车关键是啥？关键是3万公里是实表哈，3万公里是实表，而且这个车可以做分期首付，首付2万块钱就可以开回家，2万块钱开回去个2016年的，3万公里的车多香呀，对不对？俗话说得好，只要汽车买得好，你的媳妇儿就会回家走，知道吧？有什么 SUV 的话哈？SUV 的话咱家现在有 URV VV7 还有汉兰达，还有老店也有非常多的那个 SUV。 如果说你们想看那个咱家的车哈，你只需要在后台给我发个私信，我把咱家链接全部发给你，可以自己点进去看哈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非常多的车源啊，非常多的车源，只需要在后台给我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，你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哈。老板把你拍的好矮，那我这样拍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老板从来都是把人往矮了拍。好，看 URV 的距离里面看 URV， 没有说看 URV， 他说的是看 SUV， 买 CT6 精油推背，精油推背很滑溜，因为我开 CT6。 好嘞，灰灰，我们现在带你看 URV， 看 URV。要是只做3年内的车型就好了，基本上咱家是做了3年内的，而且哈，就算是年限大点的，但是我家一，但是你不能说只做，你这不都是置换回来，客户过来置换不能不要吧？那不就是你也不能说只做呀？但我们正常收车是只收3年以内的准新车。你这说的就不对，老板，我这一定要给你抬杠。如果说我家做的不是3年内的准新车，剩下的啊，基本上都是公里数特别小或者车况特别板正的车才会收回来。正常的，如果说你比如说2015年、2016年的车，你要正常公里数开了个1年3万公里，5年就在15万公里的车，我们绝对是不会要的哈。来看这个 URV， 咱家这个 URV 哈是。是我这儿。什么老车也很好啊，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来看这个咱家的本田的 URV 啊，这个本田 URV 是2018年的车，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，全车原版原漆哈，原版原漆，车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包括它的内饰也很新。最关键是啥？这个车空间超级大哈，算是日系车里比较空间比较大、比较足的一款车了。正常的日系车它不会给你做空间这么大，因为首先它要省油。其次它要不会坏啊，所以说这个车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，它和那个冠道基本上是孪生兄弟的一个状态，但是它比冠道要大一点点哈。想看看雷克萨斯，雷克萨斯没有收，因为现在觉得那个车不太好卖啊。如果说你要要的话，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发给你，把照片发给你，行不行？大家点上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把主播的这个福袋参与一下哈，把主播的福袋参与一下哈。是今天的第11个福袋了哈。这么多了吗？已经。上点关注，下点赞哈，祝哥哥出门就能捡到500万，好不好？把主播的这个关注点一点，福袋点一点哈，点关注亮灯牌哈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点个关注行不行哈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双击点赞，戳一戳屏幕哈。点赞不要停，我们一起点燃生活的小激情。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 URV 的一个后排空间。老板，我这咋又黑了呢？直播画面被屏蔽。他就老提示这，
你要是不关的话，一会儿他就直接自己帮你关了。那你现在正能量，每个人不正能量，快点快点。我现在说话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听到啊？可以，评论区现在赶紧出正能量，每个人都打一遍正能量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说话他们都听不到。听得到。宝贝们，把那个正能量打在公屏上哈，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。他现在他屏蔽我这个画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看他们听不到我说话，我给你讲的屏。你看不到吗？